我发现身边很多人把这个一次性口罩戴了好几天都不更换，这个是我戴了一天的口罩，今天我们来把它分解，通过显微镜放大500倍。目前看到的是口罩的最外层，很明显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灰尘和脏东西。口罩的外层有阻水的作用，可以防止细菌、飞沫、病毒进入口罩里面。中间的这一层有过滤的作用，可以过滤掉更细腻的灰尘和颗粒。最里面的这一层，它紧贴着我们的皮肤，随着我们的呼吸产生的水蒸气，很容易滋生细菌。所以这个一次性口罩用6到8个小时就该更换一次。快分享给家人和朋友看看吧。